台中豪宅112年已新建近6000户，提前达成台中市新建5000户豪宅的目标。113年台中豪宅接力赛在中央公园豪宅展开，上午动土，预估113年起将陆续有8处豪宅开工，朝向10000户目标迈进。113年台中豪宅接力赛，中央公园豪宅接棒，上午动土开工，开地平安，新建顺利。中央公园豪宅临近台中市都市绿肺水南中央生态公园，以回家的路为设计概念主轴，透过留设大面积公共开放空间，串联结合周边公共资源，也考量台湾已迈入高龄社会，特别着重高龄友善及宜居多元共融设计。其中低楼层设有托婴中心，还有户外农场跟共享厨房，给住民一个有温度的家，共计125户，预计116年底完工，都是最棒的地方。那我们舍得，因为社会住宅，那虽然是照顾社会弱势跟青年，可是我们要给他更好的居住正义。台中豪宅112年已新建近6000户，提前达成台中市新建5000户豪宅之目标，预估113年起将陆续有8处豪宅开工，朝向10000户目标迈进。记者中部。这么报道。